金鸡迎春，鸡年大吉。夏威夷超市在中国新年到来之际，鸡年年货专柜已排列上架，有各种糖果、饼食、年糕、蜜饯、森茸海鲜、南北干货，包装精美，时令新鲜，琳琅满目，供民众们选购。夏威夷超市的中外名酒被称为品种最全、价格最廉，慕名购买的人也是络绎不绝。夏威夷超市在春节的前三天还延长营业时间到晚间11点。大年初一，在超市的广场上还举行中国新年大联欢，有醒狮献瑞、燃放鞭炮和歌舞表演，希望民众到时共同欢庆。今年我们准备了成千样的年货来供应我们的顾客，从东南亚、从香港、大陆都有很多很多年货，有那个糖果，有那个酒，有那个礼品，水果、瓜子、年糕，样样都有，成千样供应我们的顾客来选择哈。而在顺发超市的殿堂里也是张灯结彩，年味十足。在全美的10几家分店，顺发超市推出年货采卖专区，给中国新年的购物带来热潮。顺发超市圣盖博分店的主管郭美娟表示，年货专柜已大量上市，有糖果、蜜饯、年糕、瓜子、新鲜素果、海鲜，各类中外名酒、发财树、应节年货应有尽有。同时，顺发超市也延长营业时间，方便民众采办年货。我们超市有很多年货，糖果、那个种子、水果、年糕，还有花，还有油子、橘子，反正过年的东西我们顺发超市都有，来我们那家就一次就全部都买到。1993年，粤华企业家陈才孝从海鲜批发到超市经营，风生水起，生意红火。如今已有16家分店，满足了华人民众的购物需求。环球东方记者李渔冲，洛杉矶采访报道。